车是草班的。你坐你今天去。温馨港湾酒店，今天第六天的中餐就在这边用餐。温馨港湾大酒店，我们今天第六天的中餐就在这边用餐。这个八块六毛，这是杨梅。啊，看到了，明天会烂掉吗？不会的，啊，不会的。又挑一篮，拿一篮。不要嘛，哦，有烂的。不要了吧？这多少钱了？两块，便宜点了。没有便宜。我拿了就一块八毛五了嘞，这在学校就卖两块啊。没我们的东西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走的啊，自己二十块，要不你买好不好？爽快点，爽快。啊，那我。几吧？五十块。没有了，你怎么烦嘞？不要，我不拿了。我本身个四块钱不能让了。五十块钱。来，老板，老板。可以。五十块不好，不要我就。可不可以啊？这苹果人家。五十块，五十的吧。十块九。给这样了。杨梅啦，杨梅。要不要？看杨梅个大，苍蝇帮他们粘了没有？他七块钱了，跟他买的。跟他买的。跟他买两斤嘛。这个你到哪里？抓！我们要不要拿？你不要抓烂烂的给我。好了，买两斤，买两斤，时间到了。哎呦！长得有点烂烂的。对啊。酱啊，加多了呀！那我们的真，这不是自己种的哈、这个，不是，地图写谁啊？那地下地图写谁？七片四五二十，加七熟了，都还有谁啊？摸个谁用一下？要将就人手，西藏。到了长安休息站了哦。长安休息站的，我们要往上海哈，在路程当中，啊，进入长安休息站。现在是时间是1:57。这里是长安休息区，我们下车来看小鸟，小朋友，我们在哪里等的是？长安。谁要一水啊？一水啊！啊！Thank you.
今天高速公路这边哈，长安休息区啊，下来哈，活动活动一下，稍微疏解一下。休息站，啊，来这边看看小鸟，对啊，小鸟。小鸟，小鸟要吃泡泡水，要洗澡。大哥，该我要你们这边的车吗？啊，来，刚才有很多人在围观的，看这一下，很低调的，是在喊什么？聊不多，看起来呢？聊不多啊，你看，你看我，哎呀，哎，鸟不错。哎呀，你不看起来呢？看起来呢？长安花卉园区啊。长安服务区，那个胡椒茶茶啊，啊！当时你这个夏天炒的是来是。长安休息区啊。